恩典三六五，三百六十五天，让我们一起天天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，好像巴拿巴成为一个使人得福的人，让我们周围的人因我们得到祝福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当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，其实你自己是很快乐的，那是非常快乐。你会感觉到说，哇，我很有价值，上帝，你可以用我去扶持一个人。好像巴拿巴，他是劝慰子。很多那些走错路的人，他会去劝导他们，把他们带回来。很多那些已经失智了，瘫在地上，觉得自己烂，没有用的人，他会鼓励他们，让他们重新站起来。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使人得福的人，让软弱的、失败的可以重新站起来，那是一个极大的感恩，会很快乐的。祝福你。在圣经里面不断地看到巴拿巴做什么呢？圣经里面，在新约里面，大概有一个极重要的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，就是保罗了。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，很多重要的真理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感谢主，这是神重用的一个人。而保罗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谁？就是巴拿巴。保罗过去是抵挡耶稣基督的，他甚至是带着人去专门抓基督徒的，去迫害基督徒的。直到他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翻转。但是这个人过去的记录太坏了，以至于他虽然改了，很多人不相信他。大概很多人想，他不知道又在变什么把戏，他现在是要来做卧底吗？他是要来我们中间干什么？哇，所以很多人都怕他，都不敢理他。而这个时候圣经上唯有巴拿巴，只有巴拿巴。是保罗以前是不是一个 很糟糕的人？是，连他自己都说，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很糟糕的。但是在面对一个很糟糕的人，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，躲开他，千万别碰他，别招惹他，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。但是巴拿巴很有意思，他就愿意向他伸手，他扶持他，他接纳他。这是爱。爱是什么？爱是包容，爱是接纳。包容接纳，用我们现在在职场上很喜欢讲的一句话，在企业里面说，概括承受。我不能只接纳这个人的一部分，我接纳他的脾气很好很好，但是我很受不了他动作很慢。概括承受是什么？你要去承接一个公司，概括承受的意思是说，他的资产你要接受，他的债务你也要承接，你是接受整个人。巴拿巴接纳保罗这个人，是他现在还不错，但是很多人说他过去糟糕透了，他接受，他就是这样，但是不会因为他过去的失败，以至于我就完全否定这个人。巴拿巴向保罗伸手，以至于保罗得到一个温暖，说，啊，有人接纳我。后来呢，巴拿巴是一个被当时大家所尊敬的人，昨天讲，大家都很尊敬他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出去侍奉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大树的那个地方。保罗在那里，没有人找他，因为别人对他不太信任。巴拿巴去找他，把他带出来，带在身边，像师父带徒弟一样，让他跟着他一起出去。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巴拿巴为保罗的侍奉背书。别人不信任保罗，但是别人信任巴拿巴。巴拿巴说，来来，在我旁边跟着我一起做。别人因为巴拿巴就信任保罗，就给他们机会服侍。你看，这就是巴拿巴。在你周围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人呢？这段时间我在分享巴拿巴的时候，我不断地想到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，许多的人在我生命当中好像巴拿巴，给我机会。当别人不认识我的时候，给我机会。刚刚出来侍奉，有一个长辈到处跟别人说，哎，你们要布道去找，有一个年轻人出来叫寇少恩，不错不错。我根本不认识那些教会，但是他推荐我去，其实我跟他根本不熟，但是
他听过我讲一两次道，就给我很多的机会。许多人来找我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会找我啊？他们说某某某推荐。我对他们来讲根本是一个小子，但是那一位被神大大使重用的属灵的长辈，他就愿意给我机会。你周围也有很多的人，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呢？让他可以站起来，让他可以承担责任，不要让他继续瘫在地上。在你所帮助的人当中祝福你，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所扶持过的这些人将来像保罗一样大大的被神使用，你会很喜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宽广的心，像巴拿巴一样，能够给人机会，带出人来，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你所使用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你周围一定也有一些人现在正瘫在那里，等着你向他伸手，你扶他一把，神会大大的祝福你。相信